大家好，我是爱吃爱喝爱肚肚的大眼儿。又到了最开心的时候，整点吃的去吧，走。你是不是也太难找了点儿？这小声音，现在快三点了。开壳，开壳，怎么样，小伙伴？他家不错哈，他家吧，就是说肉的也算素的，比如说小鸡炖土豆啊、鸡肝之类的，那都算素的。然后10块钱管够，随便吃。然后还赠饮料什么的。然后如果你要是加那种特殊的肉，比如说是什么？鱼香肉丝啊，溜肉段啊，荷包肉之类的，那也就2块钱，加2块钱，开始饿死我。最香。真好吃，大石头。你要是到一个地方，就比如说你要知道，就比如说美团小哥啊，或者是逼哥啊，他们常去的地方准没错，又实惠又好吃，确实真的是好吃。鱼香肉丝，太脏啊，他们家肉多好吃。这妈的！啊，拼桌子吃。他家生意太好了。